忏悔三昧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或是未来，因身口意的造作，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或因身口意的造作所遭感的诸多不顺和苦难，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我都愿意接受业果法则，并惭愧地忏悔。因为无明，因未闻四种真谛苦集灭道，无量劫来我们彼此伤害，冤冤相报，何时了？妄受诸苦于六道中，无有出奇。我们都希望解脱，愿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众生，无精神的痛苦，无身体的痛苦，愿你们保持快乐，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鬼道与非人众生，得闻佛法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离苦得乐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愿一切与我有因缘的人或非人众生，分享我善业的功德，并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的功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